这一集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挖宝的地方。这是 Prada 哎、欸，一般的鞋子都不止3980，你随便去百货公司看，这样的东西绝对要6000以上。容器座，天哪，这太夸张了！这个只要780，这个它带一点点的，这是闪亮晶晶的、欸，对，带一点点的小金葱。哎、欸，这是贵的吧？这顶很贵吧？6-7万。2980。这么大个波士顿白色轻慢歌14800，家里如果坐在旁边，你马上冲出来买，因为下一秒等影片播完，这个包已经卖掉了。欢迎收看《完美研究室》，我是巴小玉，我是焦老师，我又见面了。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相聚一下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相聚，对，因为我们真的太久没有合作。对，然后在这个相聚之前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挖宝的地方。淘宝的地方叫做宝物工厂，没错，不管是小物啦，生活上面的杂物，包山包海。今天我们这一集呢，制作单位也给了我们一个，就是算是任务。耶、你应该很期待吧？不是，我其实我觉得他们每次让我们到任务都很期待，就是要故意让我觉得很难堪，因为我到最后可能又会无法全身而退。没有，你自己看最后的结果都是帮你加分的。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平常默契十足的巴玉跟姜老师，今天互相为对方的家人、老公、两位小孩、对方挑选。哎、欸，这次要把你家人也拖下水耶，不然你先看个照片。来，这是我提供的全家福，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台南玩的时候，我帮我老公拍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他的手机桌面。老公长得就是比较怎样啊？说亲切。平易近人，我长得是很不亲切吗？哦，你长得就是有腥味。哎、欸，老公很时尚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有 TZ Band 的鼓手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从小就是 TZ Band 的粉丝，很帅。那小孩几岁？我女儿快3岁，3岁，儿子8岁，我是儿子。就是8岁跟10岁，8岁跟10岁，然后你是3岁跟8岁，其实很害怕，你不用害怕，该害怕的是我，你相信我。歌手有人喜欢的 Gash 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是要认真帮对方的家人，全部人都要选礼物。在这之前，我再讲一下这一家店，它就是你可以在这边买东西，你也可以卖东西给他们。可能像姜老师买那么多包包，对，或是买那么多衣服，没有，就算你呢，你家里有些大型东西拿不来这边买，他可以请专人去你家帮你估价，帮你看就是大概的状态或什么。所以像我老公，他也可以来我家里帮我估，我老公大概可以卖多少钱？想卖老公吗？我不确定卖不卖得出去。这边听说，对，什么都选大，就算是新品哦，都是市价以下的，便宜的，我一定要亲眼见到，我一定要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认真挑，一定要。那我们是要认真的哦。看起来不认真吗？好 ，OK， 你看我的眼睛，你看你看着，你看着我，我很认真，我真的好棒。制作单位现在给我们一个信封，这个信封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对方了解的程度，我们应该感情算好。我知道我很喜欢你，我不知道你对我是。我是喜欢你的，但是我还是，你知道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我还是希望你会进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要先把觉得对方会送我们什么东西，先把它写下来。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，看看有没有对到。那我先说好，还是朋友好不好？不伤感情哦。嗯。先写姜老师好了，因为我一直没有一个名牌包，所以我觉得他会送我一个小小的，比如长夹。他对服饰也很了解，他又知道我老公是在做这个音乐流行相关产业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送一个二手的名牌衣。觉得他会送我锅碗瓢盆，他可能觉得我很常出差都没有好好做菜给家人，所以他搞不好选锅子给我。我儿子跟他大儿子年纪差不多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送个上学用品吧。他给我小孩应该会选玩具，因为他这边也有玩具，所以小儿子是玩具，他应该会送我大儿子书吧，因为他我儿子非常非常喜欢看书。他知道吗？对啊，他知道吗？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送我女儿哦，啊，千万不要送，该不会是送那种？他会送给我老公什么？Hello， 有什么事情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你需要很多时间，宝贝。你去，我就现在要在这。你现在就去、啊，我现在就想在这。你现在就要挑了。对啊，这区会让我有点灵感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们有卖一些厨具，而且有的是全新的，像这种，有没有？它这个完全是全新的。如果你家里有需要煎锅、汤锅、深锅、浅锅，可以直接在这边买。哎、欸，这很好看，我可
试戴吗？哎，怎么会是逛自己？没有，我是在帮大家看看这些款式，像我们走在哪里，有没有前面。这个 Celine 这种包包背起来非常好看，而且才29,000。然后它这个肩带呢，它不是皮的，你看到它是做这一种有字的这种，而且这种包就比较不会挑场合，你这种比较休闲的衣服搭着也是可以的。今天好大哦！这个最经典的标志倒三角 Prada 在这边有这块牌子，它前面正面其实是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它侧面就是有这个小细节。可是我们今天主题好像不是逛这个。如果是江老师的话，就是不脱精品类的咯，那我们就看精品好了。这双蛮好看的啊，1500是 Bailey 的，这很好看，它是一个低跟鞋，然后呢是鸡，应该是鸡皮吧，这个我要先列入考虑名单可以吗？哦、oh, my god， 这个 Boston 怎么会这样，这么大个波士顿白色奇曼哥14800，我跟你讲、哎我跟你讲，你看到影片，你现在看到对不对？你现在家里如果坐在旁边，你马上冲出来买，因为下一秒等影片播完，这个包已经卖掉了，你要不要信？我跟你们讲，这是 Speedy 30大包回归了，而且我跟你讲 ，LV 的包包像这样子 monogram 这种材质，这是非常耐潮、非常耐用的。你看人家那么耐用，耐用到现在还可以再拿来买二手，这种真的是值得要有一个哎、欸，这很可以，有没有？ Oh my god！等一下打电话给老公，问老公可不可以买个 Speedy 给自己。好了啦，差不多要工作了。我好棒啊，这里我很喜欢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再背一下这个吗？你过来，你过来看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看。哎、欸、不哎、欸、啊啊！我好帮你。我在看啊，我在帮你自己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不分彼此。我其实在这边有看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包，我们要来考验一下默契。这一柜吗？好，这一柜有一个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好，那我们数到三一起指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啊。你不是喜欢 Lindy 吗？我不是喜欢包款，哎，那个颜色要对。颜色不对吗？那我拿这两个包，你看哪个比较好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大家票选，觉得帮玉芳这样去选包比较好看，是张老师自己选的包比较好看？你觉得哪一个设计师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进步了。不要碰我，白玉，我是爱你的。不要碰我，只是第二年不行吗？不行。那你一个人去沉淀一下，我进去看一下包。等一下，这真的好好看哦！迪奥的马鞍包只要24800，七万九哎。天哪！我请问一下、喔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拍片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怎么可以卖到这么低的价钱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会先去依照那个市场的市价，然后再去判定它的包包大概值多少钱。可是像这个 Lindy 在市面上大概有没有30万起跳？有，对啊，还要配货哎、欸。因为我们这边还会看它的包包的状况。如果说它包包状况是就是有实用感啊，或者是有薄皮那一种的，我们会再低一点。那你不怕人家来买，觉得说它不是正货吗？这边的话是依照日本的公司给我们的那个图片去鉴定它。哦，是你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接过一下，因为我拿这颗戒指。要不要我先帮你拿着、哦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来，我帮你拿。那哎、欸，这个就好适合我，就你拿比较好看啊。你看，我就这个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囧包是他当时的爆款，它这个颜色非常好搭，而且这个就算是妈妈包也可以。这个就是囧包，因为它的脸就长得像一个囧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，当然它的价格就代表了它的那个可能二手的状况或是什么的。如果你自己是觉得说买了这个包，你想要好好的用它，你不用太紧张、太担心它会不会怎么样的话，你就买这种14800，然后买到一个神秘囧包，完全可以啊！你看啦，我拿什么很好看、啊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，你现在只是要抉择你要选哪一个。但是这是今天的主题吗？江老师很爱穿纱裙，对不对？但我买，如果买这个给他会生气吧？应该会吧？猜猜看哦，80块。江老师，这就是你的。我便宜吗？小姐，都这么便宜，一见他都会生气，我还帮他调整。哦、我帮他挑的不会超过，全部加起来不超500，好不好？这个帽子，猜猜看，40块，我来帮他选一下。这个上面一定要配一个浅色的，这样会不会太一致？这很贵哎，180哎，180太贵了，是不是太贵了？180加120，300块，
现在降300块，好。这边呢，你看一下，它是照颜色分配的，它这一排全部都是粉色系，这一排全部都是黑色系，然后上面是比较大的款式。然后跟大家说 ，Tory Burch 这种款式也非常非常经典，他们这个皮革也是，就是很耐刮，日常使用不心疼。这边包包真的很好逛，很不错。但是因为还要挑小朋友啊，我们来挑小朋友，这可以吧？3加。1000哦，这比较贵哦。我其实小时候很怕这种娃娃，没有这种眼睛不会闭的还好，就是因为有一些是那种会闭的，就是你让它就是躺下来它会闭，所以它本来是这样，然后躺下来，然后它自己睡在旁边，你就很怕它躺着突然这样。这是不是也很搭啊，江老师？巴宇这个人的穿搭真的让人担心，因为他真的是每次都不会搭。我对自己的眼光很肯定。好，这一套是江老师的。所以会喜欢这个啊，但我儿子都很爱这个啊，是吧？这全新的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这全新的、啊。哦，它里面有很多子弹，那这个是软软的子弹，因为我有给我小孩买过，它有20发子弹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这480哎、欸。我们挑到他8岁的儿子就这个，我们现在3岁的女儿还有老公还有师上不知道有没有在指挥交通啊？这也蛮适合他的哦，他里面随便搭一个黑色的内搭，夏天就里面就不要穿，那冬天的时候呢，里面就穿一个黑色内搭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？它叫 Philip Lim， 这个大小应该要3-4万，小的可能2-3万。我们看它卖多少？你要确3980，而且这个很适合巴玉啊，虽然他去上班要拿一些资料要装在里面都很方便，而且它还有这个肩背的背带，然后可以调长度，巴玉适合吧？哎呦，儿童气座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个只要780，你也看到吗？天哪，这太夸张了，怎么办？好想搬回去哦。而且这可以做到很大哎，居然还有卖乐器哎。请我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，在2点半消失。忘记下一个和弦是什么，就这样结束，再见。多希望有人来陪我，居然还有电吉他。这没有，这吉他才1000多块，千多。这个乌克丽丽电吉他，吉他，铁琴，居然有铁琴，它还附收纳袋跟谱架，哎，它还附谱架。我来帮师丈挑衣服了。哇，好像很适合师丈哎，有点低调的闪亮，对不对？有金粉，我先保留它好不好？保留它。Prada， 夏天的这种藤编的，这我要穿啊！它上面呢是像芭蕾舞绑带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意，你要怎么样绑都没有问题。然后重点是它是很夏天的款式，所以你就是去海边的时候穿一种藤编这样绑上来，然后如果你是搭配泳衣也可以，比基尼、短裙什么都可以。一般的鞋子都不止3980了，你随便去百货公司看，这样东西绝对要6000以上。然后这是 Prada 哎、欸，哦，我要我要。老话一句，什么？我看看你的脚，就是有点漂亮。哎呦，好好看哦！这对你来说有点太大了耶。啊？没关系吧？你确定你要吗？你不要穿不合脚的啦。就这个吧，你看嘛，18个月嘛，就这一只，好猎奇哦！它过一阵子会自己出声音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哇，这就是它。这个这也是凡赛斯的，1980，里面外套还便宜，是不是很像在抽雪茄的人？但是很好看。对耶。欸、让我照一下镜子好不好？可以耶，我可以穿一下这件吗？Gucci 耶 ，Gucci 的外套。你们看一下这 Gucci 外套，它的车缝线故意做外缝的，所以有一个这个缝线。袖子这边有缝这个 Gucci 的这个牌子。哦，里面你看，缝得很好哎。它这里还有2个内袋，不觉得我真的很会逛街吗？这个眼睛真的是火眼金睛啊 ，Eagle Eyes。我可以也试试看这一件哦，谢谢。爱马仕的外套，29000吧。假如说你今天穿的是一个小小的洋装，然后或者是一个晚宴那种很正式的洋装，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披着，就很贵气，真的很好看，我的天。
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区都是新的 NCAA 这个牌子，他们是有在算代理嘛，所以这个牌子就是他们都是新的。还有一个 Kangol 也是 Kangol 的这个后背包780可以哦，还是买后背包给他儿子好了，或者是他儿子可能也可以背这种，这是小学生在背的吧？这个定价1580，我看这边卖多少？780，我是挖到宝了。这个啦，老公，这个啦，2500。她老公要打鼓哈，那个打鼓脚那个踩那个双胎，他咚咚咚咚咚咚，应该是可以穿这种。八玉啊，你老公脚多大？哎，老实说我不知道哎。这应该是她老公的鞋吧？自以为。我们在这边好好冷静的思考一下。好不好？好好的高阶款投影机放在他们儿子的房间，因为儿子是用一个房间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个啦，好了，我挑完了。江老师，我挑完了。哎，我挑好了。好，走啊，结账啊，结账口，结账口见。希望你会以我为荣。好，那我们先公布给对方老公的礼物是什么？来来。这是给我老公的，当然不是啊，当然是要看看你那个脸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给你老公挑的是这一个，他是真的没杀缺吗？对啊，我老公都会喜欢这个。有啦有啦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老公的脸长一种大哥样子，所以他穿着应该会非常的。而且因为这 size 很大，你老公这么高，对，我老公183，所以我代替我老公帮他试穿一下。小婷，过来，我爱你。来来来，这是谁？也是老公的，也是 Versace。这个它带一点点的，闪亮晶晶的，对，带一点点的小金葱。哎、欸，这是贵的吧？这顶很贵吧？67万。2980。小婷到我的怀里，冬季恋歌，我爱你，我爱你 too。这样亮晶晶，这样子时尚穿起来一定就下拍啦、哦。你觉得他会喜欢吗？哎、欸，我一定爱耶。有没有？帮他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次很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帮你老公，因为你老公打爵士鼓，他要踩那个鼓的脚踏板，他鞋子一定底要很硬，因为你老公感觉就是很会打扮，然后可以把一些牛仔裤塞到这个里面，然后你踩看那个打爵士鼓的感觉。我帮你弄鼓的 beat， 你打打看，预备开，咚 ，stop stop stop， 咚 ，stop stop stop， 过门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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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的砰锵。儿子8岁嘛，对，我讲他一定会喜欢这个。这是什么枪？你们家我儿子有。你看我家儿子也有，他多少钱啊？480，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给你20发子弹，然后还给你那个罐打的弹药，对对，然后这样就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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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很可以，对，儿子会喜欢的，耶、yeah, ，太开心了耶！ Yeah! 最小的我有一个2选1，这是我儿子的背包吗？对，好可爱哦。而且它定价是1580，然后全新直接打5折，对，很便宜耶。哦，那这个包包也是蛮适合大儿子、小儿子都可以背，因为它有。附这个背带，哎、欸，这不错哎、欸，然后里面空间很大，哎、欸，这不错哎、欸，没想到居然会被你认可，哎、欸，你这次是真的，哎、欸，你尽洪荒之力哎、欸，不愧是等了你那么久。那你觉得他们会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？弟弟会喜欢这个，哥哥会喜欢这个。好的，那我要来给你看，我想帮你小女儿选什么。好来，它看起来是一只平凡无奇的佩佩猪，但是呢，它会发出声音，请你按一下它的肚子。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还要再按吗？不用。笑吗？你不觉得声音超像我的笑声？我还有一个哎、欸，这个是投影机。他们不是共用一个房间吗？对。然后这个投影机可以放在他们房间里面放电影。对啊。啊，不用睡觉吗？不用啊。这是江老师最喜欢包包，所以帮你挑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合你的包包。这个是 Philip Lim 的包包，你背背看好不好看？这个品牌呢，其实原本这个应该是要340000的，但它这个才。3900吧。假如说你出差，然后你要去排练、你要去排戏什么的，是不是要有剧本啊？对，你就可以放 A4 的东西这样子、啊。然后你手机也可以。你可以想象，我就是带着它，就到处东奔西走。可以，我可以想象，我已经有那个画面了。拜拜，不用再回来了。谢谢你，真的好会，你好懂我。对啊，那你挑的东西，那你帮我挑的东西，一定也很懂我吧？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挑的就是你。那我站在这边等你。好，首先是一个帽子，江老师的帽子啊，谢谢，借我挂一下。好了，来，然后你拿这个包包，怎么又？
你知道这全身这样搭起来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不要算包的话，你这三样东西300块。我觉得 CP 值真的好高，而且这帽子多适合你。对啊，我还有再帮你挑一样东西。哇，我还有。你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这个没完呢。这个贝利的鞋很好看，哎，你随便搭一个白袜哦，这样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吗？不要穿袜子，然后你这样直接，然后弄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。这是我挑的第一样东西哦，我看到它就想到你了，很霸气，感觉会赚很多钱的。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原本给对方的期望是什么。我们其实差不多零啊，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是有 啊精品包啊。对，我挑给你精品包。对啊，就只有答对我的。四中一已经25%，很厉害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以为你会买锅子给我，锅子给你，玩具给棉花糖。没有，没有。输给芒果，没有。保温瓶给老公，没有。你对我的期望真的很低耶。今天跟妈玉玩的真的非常开心，必须说你真的进步非常多，谢谢。因为她挑给我老公衣服真的超好看，而且我觉得很惊人是 Versace 怎么可能1980 2980，而且那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外套，那个很实穿，可以穿很久那一种。我觉得你真的进步很多，你好会帮别人的老公，我冒冷汗，真的会帮别人老公挑礼物呢。我觉得因为我很少逛二手店，一般我对二手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明亮，但我第一次逛到这样子的，逛起来非常舒适。我觉得保护工厂真的很好逛，哎，就是它什么东西都陈列的非常的清楚，然后灯光很明亮，然后东西的质感很好。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都逛得到，我觉得好好来淘宝一下，对，真的很棒，很好玩，可以好好挖一挖，挖一挖这个宝的东西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要来跟大家宣传一下，完美就是8月号的封面人物是谁呢？曾佩慈，她要跟我们分享奥运运动。是不是来了来了，大家跟上来，运动的话题有没有？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记得要锁定女人我最大的官网。好，那我们的完美研究室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谢谢江老师，我会不会把你牛仔裤？